家庭内部的宗教冲突可能是由于家庭成员之间宗教信仰、实践和价值观的差异而产生的。这样的冲突可能具有情感性，并且难以应对。以下是一些管理和解决家庭内部宗教冲突的策略。开放且尊重的沟通，有效的沟通至关重要。鼓励开放且尊重的对话，家庭成员可以在其中分享他们的观点和感受，而不会受到批评。尊重不同的信仰认识，并尊重家庭内不同的宗教信仰。了解家庭成员可能有自己独特的精神之旅，找到共同点，确定共享的价值观和共同兴趣。这些可以帮助弥合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差距。关注共享的价值观有助于促进理解和团结。界定和尊重在家庭内设定有关宗教讨论和实践的界限，确保家庭成员相互尊重，并尊重彼此的选择和信仰。寻求指导，如果冲突持续存在或升级，考虑寻求宗教领袖或辅导员的指导，他们可以提供中立的观点，并在必要时提供调解。实践共情，理解拥有不同信仰的家庭成员的立场，试图理解他们的观点以及信仰背后的原因。鼓励信仰自由，强调个人信仰和选择的自由是重要的。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精神之路，避免传教，避免试图使家庭成员改变或说服他们接受您自己的宗教信仰。传教可能造成紧张和冲突。家庭团结活动，参加不涉及宗教的家庭团结活动，这些活动有助于加强家庭联系，减少对宗教差异的关注。尊重特殊时刻，考虑家庭成员的宗教节日和传统，即使他们与您的不同，在这些时刻表现出尊重和支持。耐心和时间，解决家庭内部宗教冲突可能需要时间，在保持和谐方面要有耐心和坚持。请记住，家庭是支持和爱的重要来源，尽管宗教差异可能具有挑战性，但他们不必掩盖家庭的爱和联系。通过以理解、共情和尊重的方式处理冲突，可以应对宗教差异，并保持坚固而充满爱的家庭关系。您必须按订阅并点赞，这样才不会发生冲突。